究竟什么是活性多肽？为什么活性多肽在人类健康方面起到如此不可替代的作用？活性多肽与人类健康正在播出。张力，中国保健协会科普教育分会副会长，中国国际科学中心学术部主任，他也多次参与活性多肽临床实验，对活性多肽有着非常全面的认识。人体啊，是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的，细胞的健康呢，决定了器官组织的健康，而活性多肽呢，是组成细胞最基础的元素，相当于细胞的总司令、总调度，哪个地方出现了缺陷，细胞受损啦，总司令马上就去调控，带上各种营养物质去修复受损病变的细胞。当组成这些器官组织的细胞都变好了，器官组织的健康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。一些结构、功能、形态相同的细胞集中在一起形成的器官、组织和人体各大系统，当细胞严重病变、大面积死亡时，就会发生疾病，心血管细胞病变死亡，就会导致高血压、高血脂、冠心病；肝肾细胞病变死亡，就会导致肝硬化、肝腹水、慢性肾功能不全；脑细胞病变死亡，就会出现脑中风、脑萎缩、老年痴呆；肺组织细胞病变死亡，就会导致支气管炎、肺气肿；细胞出现严重恶变，就会发生肿瘤、癌症。谁解决了细胞病变问题，谁才能真正远离衰老和疾病。而活性多肽是组成细胞最基础的元素，起到修复、再生、调节细胞的三大作用。哪个地方的细胞出现了缺陷或病变，活性多肽首先会带着各种营养物质去修复；哪个器官的细胞大面积死亡时，活性多肽还可以再生细胞。活性多肽同时还能调节细胞免疫，预防炎症病毒侵袭细胞。当细胞都变好了，就可以彻底远离疾病。年轻人很少得上这个心脑血管病啊，严重的糖尿病啊，肿瘤啊，比较重的肝病啊，呼吸系统的严重病变呀，慢性的肠胃病等疾病，这都是体内啊大量的活性多肽在起作用。过了40岁以后呢，随着身体里合成的活性多肽啊越来越少，各种疾病呢就会不请自到。因此呢，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，补充活性多肽是唯一的方法，也是必须的好方法。事实证明，活性多肽适用于人体八大系统的100多种疾病，它可以让肠胃病人溃疡愈合、排便正常、食欲好，让肿瘤及化疗人群保住生命、提高生活质量。它可以逆转肝肾病变，让肝肾功能恢复正常，让支气管炎、哮喘患者不咳不喘、呼吸顺畅，让心脑病人三高平稳，摆脱中风出血的危险，让卧床不起的患者生活自理，让糖尿病人血糖平稳，告别并发症，让术后、产后、大病初愈后体虚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快速恢复精力体力，吃得好、睡得香、身体棒。